附近民众看傻了眼，因为这名陆客穿着荧光黄的蛙鞋，双脚就踩在珊瑚上面，竟然只是为了要教另一位女伴浮潜。他的左手抓着珊瑚，右手则是被女伴拉住在水面上浮着，算是在现场给他指导这样子，就看到就觉得说，很帅气的站在珊瑚上这样子教导，我看了整个都傻眼了。 珊瑚一年只长2-3公分，被这么一踩就很容易断掉。附近民众努力维护的珊瑚生态就这么被破坏掉。李先生气得大骂：“真的很没有公德心！非常没有公德心啊！就是我们有在玩潜水的，只要靠近珊瑚区，就算蛙鞋稍微去扫到一下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心痛，更何况这样子往上踩。” 当地居民其实有特别设一条大缆绳，让外地来浮潜的游客要是没有经验，可以抓着一缆海底美景。不过似乎没有多大成效。因为这个珊瑚礁，它就是需要就是说保护那些小鱼，有那些小鱼以后才会有那些大鱼。因为我们现在海洋那个资源越来越那个匮乏，所以我们都需要就是说要保育这些珊瑚礁。豆腐峡保育协会统计，这个地区有218种珊瑚种类，分布在海湾的内侧。 大家下去浮潜几乎不会带着手机，所以要是没有录影下来，根本没有依据能检举破坏珊瑚的人。只希望大家能发挥公德心，不要破坏海底生态。记者林智慧、林医生宜兰采访报道。